那是小玩，然后就这样啊，玩嘞、欸。对，晚点传给你。你就最多最多就压到10000就好，小玩。不用玩那么大啦，500块1000块就，500、1000就赚很多啊。那个赔率就很舒服了。对啊，那个赚几千块不行，没有心。你晚一点再赖我。好啊。但我也要啊。你等一下我拉一个群组啊，我叫鱼安排拉进来。行 ，OK。我们芹菜是专业在玩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没有专。四年一次是能多专业？然后都要跳，我们这个是怎样？我去中断了，可以跳中间。我去中断了，中断没人，中断没人。他，这些落地就是要干。有没有头盔啊？有头盔我也跟你干了。我去尖端收把枪，我没枪。你们慢一点哦。就看他们会不会快。啊，怎么都没头？这边又进一只哦。上二楼，可爱，没什么枪，不管了，推了。我跟喽，慢一点。这个红砖有人哦，他掉来了。红砖有人，红瓶有人，红瓶有人。嗯、红砖，红砖那个应该被我炸到了。红砖的惨了，红砖很惨。在求厨房，厨房。倒了，倒了，倒了。还有，不知道还有没有？这伞是谁丢的？我伞，我丢的，我丢。好像不是哎、欸。第二颗也是你丢的吗？对，都我丢的。哦，算是会丢了。他小教堂有人哦。野区是不是啊？你打的是粉红色衣服吗？我不确定耶，我有色吗？靠北。我是认真的啦，因为黄点我真的有色吗？黄点那边刚刚有一个粉红色过来，兔兔装。那個、好像是他吧，很像是啦。你打的是即时吗？对啊，我的不是，我的是补的。外围有人啊，他刚好开枪，你们没听到吗？有啊有啊。这里有背喽，还有 M4。我现在比较好奇是教堂那只在哪？我刚听是在标点附近。